今天我们在这儿画一个七层的楼梯，然后咱们看看那羊看到会不会从这楼梯上下来。咱现在给它画。咱这幅画画完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呀？要是感觉还可以的话，在屏幕上帮我点两下。咱现在等一下那羊群，看看羊看到会有什么反应。